轻轻轻飘过。老爸那边没帮手，那个小姐不做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在嘉义，我不会知道哦。那个三崎，安琪应该是去休息吧，今天应该休息吧。那个是帅老爸的好朋友，应该是去再休息吧，要不然就有事。海龙王那边没有人哦，我来看一下。现在又风又雨的哦，要求要求要求风加头。阿娘喂哦，哦那叫错啊。林老师卡好，有雨就算了，还有风，水都飘进来。我躲进来一点点。各位早啊，下大雨啊。飞行轴目前下雨中啊，今天应该惨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才7:25，还不用下定论吧？您的饮料来啊！哦，你们说你先放在上面就好了，多少钱？75块。75块，给你找啊，没有零钱。我把这个皮箱了。啊。皮箱。好。那你是要要什么？你，可以吗？来啊，修来来来来来，
昨天桃园下大雨，也是对啊，也是经常啊。真的很早。文成早，各位早安。600，文清早。七二早，小红早，碧早。哎，这块的。